天宗，都会被炸毁。 吸收寒冰玉髓的天地元力，魂力提升太快，加之天梦结封精神力封印，导致雨后的魂力和精神力暴涨。受此影响，雪女的本源之力快速提升，冲破了我的封印。怪我！ 我的力量太过强大，不能控制住的话，不仅我自己会殒命，冰浪、天梦、伊朗，还有雨浩，你们也会被卷入，难逃一死。就连这座古老的宗门，也会灰飞烟灭。雨浩一定被困在里面了。雨浩，你在哪儿？小冬，快跟大家一起出去。不，雨浩还在里面。 二弟，你快放开我！小冬，雨浩，你不能进去，快出来！太危险了！雨浩，大爹，雨浩他。 先带小冬出去，所有宗门弟子立即撤出昊天堡。我必须马上离开这里，无论如何，我都不能连累昊天宗。伊朗，你能重新封印玄女的本源之力吗？这次奔流的本源之力比上次更强。 老夫无能为力。是我太急功近利了，第一次纵横昊天宗，竟然处下大祸。我必须为王都和昊天宗争夺人的生命负责，我不能眼睁睁看着灾难降临。伊朗，你有办法吗？我就算牺牲也在所不惜。昊天宗还轮不到你一个小毛孩子拯救。 霍霄耀，老夫知道你体内有一个不得了的存在，还请现身，我们一起商讨办法。想必前辈已经看出来了，我和二弟都有神识，集我们众人之力，或许可以化解危机。伊朗，我的全部精神力也任你调遣，还有我。别忘了我，虽然和各位相比，我的力量微不足道，但我相信。 只要不放弃，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。好久没这么热血沸腾了。好，老夫就陪你们搏一把。太惨了。
不可能。娜娜，重建立足不了之地。我家里还有个姐姐，你乱想什么呢？怎么会是他们？于翰，多谢你救我们。他的实力进到这一步了。山下的是日月帝国太子徐天然的未婚妻，抓到他，赏千金，封万户。快让开，让我这想抓那太子妃，先顾我这关。第三环境，群体虚弱。众将士听令，支援霍雨浩，火力压制后方叛军的攻势。敌军竟有如此厉害的控制系精神魂师，先全力解决掉他，不然处处受其掣肘。明明棒，叛军，尝一尝本姑娘的双方战。金身狂暴。王东，合力攻击张扬。区区魂王和魂宗，了你！冰帝帝皇蝎的武魂融合技，冰霜中的毒舞，光之霓裳。是破魔文技，和我的冰帝之傲，以我改进的君临天下点出，是我们俩合力最强一击。光明之夜，极致之冰，光舞霓裳，霓裳君临天下。天下
一辈子都难以忘记这一幕了吧。我们的援军终于赶到了，现在可不是发呆的时候。赵良已死，随我出发。想不到我们武魂融合技的威力又提升了一个层次。宇浩，老实点，快走。你又救我一次，我不知道该怎样回报才好。不用，我和同伴准备继续启程。我也要将余下的叛军押回云都，后会有期。我们走吧。宇浩，妈，哎呀，快把真心话说出来呀！保重，君子。我们到了，宇浩，这里就是我家。昊天宗，王东，你果然是昊天宗弟子。嗯，皎皎战魂锤，巍巍昊天宗。天下第一的宗门，这强子比例遒劲，隐隐透着一股巍峨庄严的神韵。这是一代神奇留下来的字迹，玉浩，你能领悟其中神韵，对你的修炼很有帮助。小东，带你朋友进来吧。参见少主。少主，你回来了。有请。你是少主？实力，即使放在凶兽中也位居前列，比全盛时期的我还强。奇怪，这两人身上怎会有与我相似的神识？不来了，不来了，还是大哥你厉害。你的力量又有不少提升，但技术生疏了。还得多加修炼。二爹，你又在自讨苦吃了。小东，回来了。大爹，二爹。好像长高了不少。他
就是霍雨浩，他们是我的大爹二爹的。切磋较量是他们的日常修炼。两位伯父好。老夫姓太，你叫我太伯就行。老夫叫牛天。太伯，牛伯。小勇，我家小东是第一次带朋友回来，我们昊天宗当然也不会怠慢。大宗主、二宗主，客房准备好了。好，你带这位霍小友去吧。走，我跟你一起。大哥，你觉得这小子怎么样？很不一般，他的修为虽然只有四十几级，却有着一枚数十万年魂环，这意味着有凶手心甘情愿献祭给了他。献祭，就跟当初。我们昊天堡一层是住宗门弟子，二层则是款待客人和宗门长老居住的地方，三层是我大爹、二爹，还有我，还有我姐姐，我们住三层。王东，你没告诉过我，牛伯和太伯是昊天宗的两位宗主啊。啊，我给忘了。大爹、二爹是我父母的兄长，你不用这么紧张的。那你亲生父母呢？我也不知道。大爹、二爹告诉过我，爸爸妈妈只是出远门了。好有气势的雕像。他们是我们昊天宗的先祖，中间这位是先祖唐晨，左右二位是响彻一时的昊天双星昊天斗罗和啸天斗罗。昊天宗不愧为名震大陆的第一宗门。你的房间就在这里了，洗漱用品我会叫人送过来的。我先回去休息了，你也早点休息吧，吃饭叫你。这床怎么这么冷？这是浴水，万载寒冰浴水啊。那是什么？那可是天才地宝，肯定是王东特意给你安排的。要知道当初哥就是在极北之地发现了寒冰浴水矿，才能获得现在的修为的。寒冰浴水对修炼极致之冰大有裨益。雨浩，你赶紧上去运转魂力，我助你突破修炼瓶颈。果然是天才地宝，我的魂力正在快速提升。雪女，你也借助寒冰玉髓稳固一下封印吧。嗯，雨浩感悟这四句诗，精神力前所未有的凝聚。45、46，我的魂力升到47级了，提升太快了，来不及维持魔女魂技了。是韩玉芳，看来东二对那小子不一般呐。这小子真不把自己当外人。雨浩精神之海的封印又开启了两道，这样快速提升，我可以提前解开精神力封印了。糟糕，我的本源之力被唤醒了。江哥，你老发生什么事了？停，
我的封印松动了。是宇浩的房间。大哥，这股汹涌的魂兽气息是怎么回事？献祭？不是，自爆。自爆？数十万年修为的魂兽自爆才会有这等凶悍的气息。快通知宗门弟子撤离，否则整个昊天宗都会被炸毁。院长说的能逼出霍雨浩全部实力的人，原来是他。季绝尘，我需要属于我自己的人。这是意的对决，霸道的权益，锋锐的剑意。切磋在第33场，霍雨浩胜。圣灵教是什么？是一个神秘恐怖的组织，在名都有一个分部。你一定要尽快摆脱他们，我们换上日月学院的校服，先去名都分部探查一番。圣坛就在里面，你们去圣坛，我跟你们分头行动。这是圣灵教的圣灵仪式，能更深层次的操控圣仆，让他们终身无法摆脱。这些被我们折磨和杀死的人，怨念够深，灵魂美妙极了。一种基础的亡灵魔法，只是这群邪魂师魔法的形，却未解其意。宇浩，我教你。圣仆六号，拜见大圣灵、二圣灵。又到了看你爸妈灵魂的日子，自己进去吧。谢二圣灵。站住！我闻到了生人的味道。封锁圣坛，灵魂冲击。
救他们。一种熟悉的感觉，久违了。快去找你的父母。多谢恩人。孩子，爸爸妈妈，我好想你们。终于又见到你了，孩子，终于解脱了。娜娜，对不起，娜娜，都是我们不好，我和爸爸没能照顾好你。对不起，孩子，你一定要好好的活下去。二师兄，准备。相随，不，你的人生自由了。父母灵魂已经解救，我心愿已了。往后，我也不知道要走向何方。我们捣毁的只是一座分坛，你不想将邪魂师连根拔起吗？小师弟，我们已在史莱克城重建堂门，此举得到了学院的大力支持。第一批诸葛神弩炮订单就是来自学院。但我现在遇到第一个问题，那就是堂门人手不足。娜娜，我大师兄贝贝重建的堂门是万年传承之所，在那里能保证安全。嗯，如果你愿意加入，我们就是同门。是。星光蓝宝石所承托的东西干系重大，不宜久留。这一役，娜娜展现出善良坚强的品格，值得信任。娜娜师妹，请你把这个重要的星光蓝宝石和我的手信带回去，交到我师长手上。必不如命。嗯。娜娜凭空消失，学院一定会追查。二师兄，我们得给她争取过境的时间。嗯。第二魂技，模拟。模拟。
见信如晤。我已将重要物品和信件亲手交给玄老，现在来到贝贝大师兄所在唐门安顿，一切安好，万分感激。你们都还好吗？加倍努力完成这里的学业，更好地回去见他们。小师弟，小师弟，猜猜我得到什么好消息？我知道娜娜成功抵达，大师兄唐门建设更加顺利。这倒不是。嗯？难道监察团终于找到圣灵教的蛛丝马迹了？再猜。二师兄，我正到关键时刻。我就不关键了。王东。你放假了，我立马申请进入名都来看你。王东，你果然是我最好的朋友。我六十级了，想让你陪我去猎取魂环。哪儿我都陪你去。只有我家那边才有适合我的魂兽。你的家？会让你惊喜的。怎么从没听你说起过家里的情况？我家里还有个姐姐。哇，你到底还藏着多少秘密？哼，这么激动干什么？如果你有位姐姐，你乱想什么呢？我在想，她一定很美。虽然这次没机会，但你一定会见到。等等，这是魂斗炮的声音，是从那个方向传来的。不过，使用这些魂斗炮的人像是在逃命。逃命？想不想感受一下命运之眼的神奇？与季绝尘一战后，我的灵眸魂技增幅了。雨浩，你越来越像个怪物了。精神探测共享。怎么会是他们？他们是你的朋友？他们曾经在我重伤时照亮过我，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。我去救他们。他，陛下第一次下令让我随心作战，我就失败了，我真没用。平生夙愿，终究难偿。看来你我今天都要葬身于此。等等。出现幻觉了，一些魂骨技能，火动之域。是雨浩，是你找到我。极限单兵，炮台战法，战法。精神探测共享。雨浩这个技能真不可思议。学姐，往东南方向突围，那里防御薄弱。传令，全军突围。橘子学姐已是一名合格的军官。雨浩，多谢你救我们。辉煌大公叛乱，想自立公国，我们被陛下派来评判，不料敌军莫名针对我们一小队魂导师，不顾身后大军追击也要包围我们。军力如何？有80多名四级魂导师。极限单兵计划的目标是一人改变一场战争，这正是测试我的良机。自当奉陪。有其魂导射线，开，配合我王东。魂导师不善近身作战，冲入军阵，打他们会措手不及。绝神斩，他的实力进到这一步了。援军来了！不，是辉煌世子赵阳率军追来。辉煌大公所属听令，本将乃辉煌大公世子赵阳，山下的是日月帝国太子徐天然的未婚妻。未婚妻，抓
到他，赏千金，封万户。未来太子妃，与我们无关，只想还他一份人情。以后小心，赵阳实力很强。赵阳想活捉我，借此与帝国谈判，我绝不让子辽得逞。